蒙姐姐，我问你，里面那个人是谁呀？什么谁呀？那不是我妈吗？你也知道那是你妈，谁让她来的？还谁让她来的？我妈来她儿子家，这不都很正常吗？那农村老太太身上脏兮兮的，身上一股子味儿，你还让她上我那屋？你赶紧把她给我弄走！晨曦，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？你妈可以一直住这里，我妈来就不行。那能一样吗？我妈可是城里人，干干净净的。你再看看你妈，农村土包子一个。你妈是妈？难道我妈就不是妈了吗？那我不管，你妈要在这，我就走。你走，你现在就走。走之前，我跟你说两句话：百善孝为先，父母养我们小，我们就应该养他们老。不管是谁的父母都一样。认为我说的对的，给我点个加号，点个红心，我看一下有多少。我不相信有人给你点小红心，点加号，你想得美！我相信你们都是有爱心的，会支持我的。爷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这房子是我买的。